到寡了。最近没有鲨鱼耶，看看最近没有鲨鱼。哦，你看一波雷哦，你盖子只要盖好，可以保存5个小时。今天新开场，我直接不错哦，我直接不错是什么意思？最近生意比南投好。记得盖子盖好，130，剩下这个而已。不一定，因为今天第一天要看一个月后才能知道。你开始要盖好、哦。第一天大家会来捧场。盖好可以放很久。那个阿伯阿伯，你是要那一种鲨鱼整块，然后切成一片一片的，对不对？那个最近没有。拜拜拜拜。对，每个礼拜四都在这里，啊，都6点开始哦。红沙，不会发狗。一条100，还有比较小一点的，2条100的，你要吗？够个细只，这个大只，那个大尾。1个小时了还没叫卖，今天这一场真特别。你们都不用叫卖就有客人了，不用叫了。要啦，因为第一天大家来就拿了就走了。好吗？好吗？好吗？我拿去啊！我拿去啊！一斤多少？小九呢？给你看一下好不好？我们这边我们没有再算，我们没有，我们喜欢再买没关系。这样子，我拿100元的量给你看一下，这100块。这个有一斤吗？超过了啦！你如果1斤半以内不用钱，超过1斤半啊？超过1斤半了，1斤半以内不用钱。这样子1份100块，那你大概要多少？200块。可以商量啊。你要放一起，还是要分开装？哎，这个100。放一起。这个破说。再盐水泡一下，对。我还你的，一路回到家好啊。对，现在开始是每个礼拜四。下次要不要看看？每个礼拜四，对。今天第一天来了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对啊。10条，100元，好不好？我去伊啊，咱要看伊啊。哎，伊啊。啊，我讲一只，最好一只就到啊，只阿公阿只有无？有只。伊要一两年半到啊，两年无啊。对，100元。了解，不好吃，赶紧吧。
些油袋。搞搞搞，哎，存，还有一些，你要200吗？你要200吗？我跟你讲哦，250全部。你要过来哦，赶紧啊！我就先给你包，给你来无？好。要抓两尾嘛，两尾百五大哥，两尾百五，这鱼足水的，一只八三尔，大只的，足鲜的。你看目睭，今仔日第一天来，两尾百五好。哎、欸，一尾一百。一尾一斤重的，一斤重的。我哎，你家离这里多远啊？来哦，一百一包。红葱杂，鱼三杂。大只，一百一包俩，大只大只拿出来俩。嘉辉，你有在看哦？美村南路附近，那你在我家附近啊？你在我家附近啊？宝莲渣。今仔日无好歹势，嘿，我提无上量。白带鱼一箱250，中来很正常啊。我不知道他们鱼货在哪边哦。白带鱼就搬出来。就。你用大圆盘。很像。几尾啊？来几啊？有啊，有日头。立伟早上不是第一个进来吗？哦，你昨天第一个进来，昨天我的直播你是第一个进来。没有下巴。没有下巴，没有下巴，没有，今天没有带。美林渣，这一条70-80的多少钱？200块，四条。它有没有中卷呢？中卷整包的，今天有另外一组。我请的，知道吗？这个就是中卷，你看卖这背背后啊，这个这价呢，皮剥掉了。遮阳的，等一下再弄，现在再弄。七、八、九。这是白枪吗？哎、欸，对。这里有比较大一点的。哦，太大了。太大了哦。这个
他们是朋友，不是亲戚。啊，那这个是这个吗？嗯。多少？200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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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00
小平是不是没在上班？你们自己跟他讲，小平有没有在上班？国安保长，小平来了不？对，小平来了。生的一种海鱼，也名叫做七星。对，今天是我直播。七星海鱼，开盘100元。没有刺，就中间一个骨头，尖的或是那种龙骨起的，开盘100元而已。你那套数怎么卖？你看一下。这外面都是算两个，这里我拿一份200块，你看一下，他喜欢再买没关系。这里200元，你看一下，200元。龙华一定是回去了啊，想就知道了。想个，哎对，对，今天你无，今天你无买水。乌龟鱼吗？那个是海乌龟鱼，咸水的。你买乌龟鱼在边啊？这个，你买乌龟，这是海乌龟啊，海乌龟啊，3条100元。俊平，拜拜。这个是灯旗啊，光是在这里，白色有没有？这个灯旗啊，灯旗啊，世界有没有低头就告诉你，你都好吃啊，用穿搭。想就知道，他觉得他想睡觉，回去了。对，以后每个礼拜四都在这里。以后每个礼拜四都在这里。三组公早，邱林早。买一盘虾子啊！这虾子应该很捞，就是眼虾子。那一盘虾子是现捞的哦。你们有一整盒的吗？一整盒的有。摩托车很多摩托车很多没有很差老实说，很少。收到招。第一天来10条100块，这个本来卖8条的，今天第一天100块10条。哎，招。招。这个要像，老实说，我觉得这里比西屯好，真的。西屯很少有人经过，这边的摩托车一分钟经过的车，这车辆大概有30台左右。我觉得两三个礼拜过后，这边就会很多了。这
些都第一天来的哦，这个都打广告的哦。没有五只两百。没有。今天比较大只啊。我让你们看一下隔壁卖菜的。在地在在地的客人加上网络的客人，这边会觉得很不错，这里真的还不错。今天第一天来打广告的，这一斤多200元，看一下没关系。这四家一斤来260、280、200块，可以厉害吗，小姐？好，你来来来来，200。阿爸好，阿爸是活的，你放心。来家人，好，等一下。小姐，你来大家这一家好不好？这100元而已，好，200多了，大哥，200元。西屯，西屯那么，谢谢。西屯那个点不好说，都可以做起来，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的。知道吗？过来来，俺能摆西屯啊！来来来。小饼两包一百。现捞的白虾，足水个啊，规只足金骨嘞。啊，虾子200块就好，保证现捞的哦，200，好不好？那个是虾300元，那300元，那是300，我今仔日无再讲完嘞，好意思，好好。我自然无啊。我吃完100块。我吃完还有人要吗？土汤炸的卤火锅，100块。你有人要吃这个海带苗无，小姐？一盘汤的甲做蛋花汤，一盘刀削面，有人炸出来，有人有看到的，目前一个人一人81分来。卖讲150、30、20块着。刀削面20块，足好食足贵。你要花枝丸没有？对。啊，这个要吗？这个要。好。这个分小包装冷冻，吃不完冷冻，好吃啊！记住，这个是天然的健康食品啊。啊，够夸张吧？这打广告呀！来20元，你来办，小姐。好。啊，平米那叫中盘啊，对啊。够人来不？够20张，秋刀鱼哦，好。来来来来来，先落去先。变啦变啦。卖，莫我提迄个物件，秋刀鱼哦。我等你想把这细箱看到无？变啦。好啦好，收收，伊要收收，重头再要提啦。这20个收，等下就摆，袂袂爱收啊。涂层路上不能摆这个。这八只，这秋刀鱼。因为涂层路有公车。到时候公车你把人家挡道路的话，你把公车挡道路，到时候很麻烦。对，未来。谢谢。10秒，好，车道100块。可以啊，他讲了，好，买嘛。5秒，还有人要吗？5秒100块。哎呀，好。十八一百，装水的车道。那不像乌日啊，乌日没有公车。可以把人家路稍微占一下。如果涂层路挡到人家路的话，到时候被检举。这二来三来四来，这今仔第一天出来，这拍广告的5条6条，这四只拢100以上啊！我招一个人加招条，1、2、3、4、5只、6只，这乌巴这个水的，真正一个人去哦，注意听哦，100条哦，买100送100，100有人来无？好吃的巴这个。
恁家无人要吃肉切啊？我问看有一个有想要吃无？才十二尾肉切啊，十三号二啦，一百块啦。来了，快转，进来啦，不要紧啦，今仔第一工出来百分之五，调皮，你等下叫你遐坐，你先走来走去，难讲真正。八七啦，吼，这有淡薄咸，起码是你师傅啊师傅，爱甲问才会知哦，这有几许多咸嘛，每个数咸嘛。一二三，我等下提粿油你看吼，这六只，八只，十八来，十一、十二来，七八八七啦，一百块，十三条，好卖啊，八七啦，我那边足贵，无人爱。不要再考虑了，六条、八条、十五条，对，十一、十二来，大家去拜昆布队，那个是昆布队。谢谢。八八进来够吗？进来来，可以来。